管理青少年管弦乐团将要伫七月初二到七月初八，由副馆长林明如亲自带队到泰国进行音乐文化交流。13号早起首期即群音乐大赛，并且为因加油。我们今年非常开心哈，由我亲自代表县长率队哈，我们彰化县立青少年管弦乐团赴泰国曼谷哈，有两场公演。那第一场是受到泰国汇商银行的赞助哈，在他们的专属的音乐厅里面啊，跟曼谷歌剧基金会暹罗管弦乐团一起合演哈，这一场是一个非常高水准的演出啊，可以展现我们彰化县的子弟啊，他们在台湾所这个情与协议的一些基础跟成就，要展现给所有泰国的人民啊，一起来这个共享。那另外一场呢，还有在跟以玛丽学校一起在这个露天的演出，这可以让所有的泰国的上下的这个人民一般的民众都可以观赏得到看见我们彰化青少年管弦乐团他们精济的这个音乐的这个技巧跟演出。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一次南向政策的导引促进两国音乐文化方面的交流。这次台湾泰国交流音乐会，双方以音乐语言交流，透过各种音符跨国合作展现创意，激出创新的花招，感受到音乐艺术所带来的心灵响应，也让更多人见证彰化弦乐教育的成果。公益频道柯宇丁彰化采访报道，关怀电台台语配音。